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Sukiyaki United， 我是安东。今天呢，我要带你们去围观的是 Easter， 也就是复活节帽子大会。没错，在每年的复活节这一天呢，纽约的大家都会戴上自己最好看、最有创意的 Easter Bonnet 复活节的礼帽，在 St. Patrick Cathedral 这样一个大教堂前面聚集在一起。在这个活动里，每年都可以看到来自不同种族、不同年龄，但是同样有创意的纽约客们来展现他们手做的精美的帽子。哇！说起 Easter 复活节主题的装扮元素，我觉得首先是春天的色彩，其次就是 Easter Bunny， 就是兔子。所以呢，我今天选择了来自 Leo Gatter 这一件灰色的珍珠兔子 OP， 搭配的是来自这个牌子的一件嫩黄色刺绣开衫。这件开衫上面点缀着很多颜色鲜艳而且非常精美的刺绣，比如说这个花篮，超级好看，而且感觉非常有 Easter 的氛围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年都有哪些了不起的帽子吧。Happy Easter! Sorry, can we just take